大家好，我是 Tini。 我今天就會以一身 free 周六跟大家分享我去烏哥特短宣的一些感受啦。其實很感恩今次有機會跟 Channel 一起可以去短宣啦。其實去之前呢都有很擔心啦，也都很懷疑過究竟神是不是真的想我去的，因為其實知道這個是一個 Worship 的 Conference， 可能主要都是去當地做一些當地的音樂培訓啦、敬拜的培訓啦，但我自己其實就不是 Priest Team 的，所以就很擔心啦。但是當中在我祈禱的時候，神就一直為我去開路啦，很順利的去打到一些的預防針啦，很順利的請到假，也都有身邊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勵，所以我就決定了去啦。但是其實去到買機票到出發之前跟 Channel 開視像的 meeting，去到即出發的時候我都仲係好擔心嘅，就會好擔心，除了幫不到咩手之外，仲好擔心可能會麻煩到人哋要 take care 我咁樣啦。咁但係去到嘅時候咧，神係有佢嘅美意喺入面啦。咁我哋除了有做當地音樂培訓之後咧，其實我哋嘅十個人嘅團隊入面都有老師啦，有社工嘅，咁佢哋都會去做一啲當地嘅老師培訓。咁我就喺當中嘅，就可以係幫到手啦，做一個專業嘅打雜嘅時候咧，同埋佢哋都有呢個兒童嘅主日學嘅，咁我都有喺當中幫手一齊去教小朋友唱歌，亦都演一啲聖經嘅小話劇嘅。咁喺當中嘅，當我覺得自己其實去到都唔係冇用啦，都幫到手嘅時候咧，我就有機會同 Dory 姨姨去到貧民窟去探訪當地嘅一啲少女。咁我哋探訪咗六個少女啦，佢哋其實年紀都係好後生嘅，佢哋可能係講緊係十五歲、十七、十八歲。佢哋可能同我哋分享佢哋大個咗，可能想做醫生，想去醫治一啲嘅窮人。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哋生活真係好困苦啦，佢哋可能連食嘢基本嘅錢都冇，而因為俾唔起每個月三十蚊美金嘅學費，佢哋被逼住學。更加的有一些我們認識到的一個家庭，可能是爸爸已經過了身，兄弟姊妹都死了，只剩下媽媽，但是媽媽其實都有愛滋病，都經常很不舒服，因為經常都要吃藥，但是又沒錢吃東西，所以就空肚吃藥就很不舒服，身體都很虛弱的，就只剩下這個女仔兩個人相依為命。甚至可能其他的少女，可能她們為了維持生計而去出賣自己，但是講緊出賣自己賺的錢，每一次是一蚊美金。咁當我聽到佢哋嘅分享，同我哋傾偈嘅時候，我就會覺得神點解你要帶我嚟呢個地方？即係我會覺得我可以做到啲乜嘢？我今次認識到嘅係呢六個女仔，貧民窟入面仲有幾百、幾千甚至幾萬個小朋友，都係喺生活咁困苦嘅時候。我嚟到呢個地方，我究竟可以做啲乜嘢？但係喺我咁挫折嘅時候，神就親自嘅透過我身邊弟兄姊妹同我嘅分享，同埋聖經嘅話語，親自嘅解答咗我嘅呢個疑問啦。弟兄姊妹同我分享嘅就係話，如果神想俾嘢佢哋，俾金錢、俾食物、俾物質佢哋，神係咪會做唔到咧？唔係啦，因為神是創造這個世界的神，所有的東西都是祂的，祂不需要在我身上去獲到什麼而去給別人，還有擁有是否真的代表開心呢？是否真的會滿足呢？其實我現在身處的香港是一個很富庶的城市，沒有什麼天災、沒有旱災，但是在這裡生活的人是否真的一定會開心呢？其實不是啦。同埋當我個手機咧，其實有個 Bible app 啦，咁其實就係佢每日咧都會彈啲聖經金句出嚟嘅。咁今晚嗰日咧就彈咗一句，我就覺得好多謝神你親自學説話啦。佢就係羅馬書八章三十五節。咁嘅意思其實就係話有啲乜嘢可以隔絕到我哋基督嘅愛、神嘅愛咧？係咪患難？係咪困苦？係咪逼迫？係咪飢餓？係咪赤身露體？係咪危險？係咪刀劍？其實都是啦，神很爱我，很爱你，也很爱会干净的人。
而且我覺得當中嘅更加令到我發覺到自己嘅自大啦，因為我一路聽人哋講就係以生命去影響生命，咁我一路都覺得係以自己嘅生命去影響佢哋嘅生命，但神話唔係，係佢哋嘅生命影響緊我嘅生命。當我聽到佢哋嘅故事，聽到佢哋嘅掙扎，同時聽到佢哋對神嘅信心嘅時候，我就會反思，咁嘅學習去感恩我所擁有嘅一切一切。因為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，不是我怎樣去賺回來，而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在當中的是更加令到我學習到怎樣去感恩，那我也更加希望可以更加將他們的故事更加跟更多人去說，希望他們的生命是真的可以一路一路的影響我的神，是更加影響到更多的人。去完嗰段村之後，其實我就係好感恩啦，我感恩神帶到我去烏干達，好感恩神嚟到我可以係同 channel 呢一班兄弟姊妹一齊去當中嘅，咁當中嘅之後都希望繼續睇神嘅帶領啦，希望係更加嘅去有機會去侍奉神，同去侍奉人去學習去。去將我所擁有的東西分享出去的，那這個就是我去烏干達轉村的分享，拜拜。